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节目的这个整体的舞美是吧？对，整个它是模仿的像英国的那种议会的那种感觉。这些是什么人呢？都是我们的特工，每一个体验他们都会表述自己的这个喜欢和不喜欢。嗯，他们喜欢，他们又会拍桌子，所以整个氛围就是非常的就是自由。这个老头是？这不是个老头，就是您。经费有限，所以说做的。经费有限就把我做成这样了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你有两个副局长。你们做他的时候经费怎么这么充裕啊？把衣服做，裙子做那么长。他们就是整个现场的这个美色担当。当时说好了，不是我美色担当吗？然后这个是，对，这个是钱枫和田园，他们俩。钱枫，钱枫，经费有限，经费有限，啊，头都拧下来了，啊，装反了，装反了，哦。然后你给我们讲一下我们的流程。一开始，观众会看到局长王涵伴随着热烈饱满的音乐欢呼升起，迈步走进画面，小小站了。然后从大门缓缓步下，可以看见所有的人都在鼓掌，他面带微笑。这个时候有闪过镜头的灯光，炫亮的光影，他就是观众之所以来看这个节目的动机。当他按下双手，全场安静下来，他的第一句话一定要出人意料。好的，排位等一下，上路下，上路下。在没有出场之前，他们就会有一个开场秀。谁来跳？就是是我们所有的特工，感觉局长还没到，大家在里面闹腾，在局长还没到，大家先热闹。对 对, 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太棒了。接下来的话就是一段脱口秀哦。好，脱口秀的内容是每期会根据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有一个脱口秀哦。哎，最近是什么？小李子拿了那个什么奥斯卡影帝，奥斯卡影帝吧？但是这个小李子就是有很多很多女朋友，没错。听说他的女朋友组合起来就可以走一场这个维密，五十六个女友啊。22年，56个女朋友，每年交几个？三个，那有66，两个半，真的就快赶上你了。这次就是刚好我们写的小李子的这个题材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这个地方不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念一遍啊，好吧？就大概拖三分钟，拖三分钟那得穿多少东西啊？大衣还没脱下来呢。对。然后呢，局长这个时候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个妖娆的副局长。我介绍他们俩。此时局长汪涵所站的是舞台中心位置，在他的身边分别是两位火星情报局的副局长，他们将担任汪涵的助手，起到配合效果。介绍完了以后，我就来问他们两个人，今天我们这个火星情报局第一个来做汇报的是谁？在局长汪涵的两侧分别是两列高级特工，每期将邀请一位 X 大嘉宾作为高级特工加入提案环节。在高级特工的身后是两排初级特工，他们的提案将穿插在高级特工中。每一期观众都会看到由局长主持的火星情报局的本周会议，特工们将依次汇报他们上周的发现，发言顺序由副局长用妖娆迷人的声音宣布。你现在点一下乾隆安，找明前列腺。前列腺。对不起啊，我瞎着说一个啊。我发现呢，这个说话的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，你喝的水是冲马桶的水，这不是很恶心吗？啊！但是如果把这个话反过来，你喝冲马桶的水啊，比如说把它反过来啊，冲马桶的水是饮用水，就不恶心了嘛？不恶心，那这很浪费。啊，再比如说啊，我想跟你一起睡觉。我想跟你一起睡觉，因为我已经满了。你满了，那我就满出来了。干嘛对我说呀？如果把它反过来说，我想跟你一起起床，这个就很文艺了嘛，对不对？
就是徐志摩嘛，前一个是流氓，后一个是徐志摩啊。对呀、啊，说话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前锋他不是说这个东西弄完了，要总结还是要怎么样？这个时候我们现场特工会提问给你。好。飞机上碰到马云怎么聊天？我可以特别坦诚的说，你在飞机上很难碰到马云，因为马云都坐私人飞机。就是如果说真的碰到了，看你想以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跟他搭讪。一般碰见他以后，就是在飞机上碰见 ，coffee or tea， 撑杆他有可能主动跟你说，嗯，哎，麻烦让一下。韩哥，当时您第一次见马云的时候，跟他怎么说的话？我第一次见马云就是单刀直入，老马你好，就这样，因为他也认识我嘛，我也认识他。第一句可以说，马云老师。我经常在机场的那个书店里面看到你，每一个电视机都在放马云。今天的最低最好是明天最低的标准。感觉每个电视机都在包起来了，对对对，如何致富都在演讲。对对对对。我还以为是马云主动跟韩哥说，韩哥，我是看你的节目长成。对不起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他说我是看你的节目长成这样的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就是怎么反驳？我说话很直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这很简单，比如说女孩子特别介意男孩子对她说，比如说，哎，我真说话很直啊，你不要介意啊，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那你如果要反驳的话，你就直接跟她这么说，你怎么那么丑啊？你怎么丑成这样？嗯，然后那个人说我是马云。这个玩笑只有局长可以开。好，然后这个环节以后呢？这时候又是副局长点另外一个人，你想点谁来？刘维，好了，局长，我随便讲一个啊。好，我觉得用方言告白起来会让人觉得更有趣。举个例子，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韩国的一些偶像剧，觉得啊好浪漫，但实际上韩国的偶像剧的来源于东北。乡村爱情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现在韩剧，我对着你说，我说，欧巴，이렇게진짜안되지가만빠져주세요。是不是大家觉得 Oh my God romantic， 但你知道吗，东北话其实就是这种语风的、啊、真的吗？对啊，你看欧巴，你看东北话啊，哥干啥玩意儿啊，几个老小单儿呢。欧巴哥이렇게진짜안되지干啥玩意儿啊，가만빠져주세요，几个老小单儿呢。最 international 最国际的表达语言是什么？东北话。东北话。东北话。Yeah, thank you。其实这个腔调只要对了，好像用任何方言都好像。你比如说，你用上海话跟这个时期表白一下，大概是什么感觉？撒钱。撒钱。撒钱。亏的钱。嗯。你觉得吧？不是。我会心动就跟人过，就是你知道吗，我喜欢你很长时间了，在我的一生当中碰到过交关小姑娘，在我的一生当中碰到过很多小姑娘，你是第十七个。但是我觉得碰到侬以后，但是我觉得碰到你以后，自己的小姑娘才是孤烟孤烟云烟，之前的小姑娘都是过眼云烟。那个，你现在就把我想象成乐乐姐，你用那个方言跟我表白一下。好，我当时向乐姐表白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讲话，我是在火车上面写了一封信，嗯，然后把信从窗户里面递出去。哦、压力这是六几年的事儿吧？你得递出去。八十年代后，这窗户都已经打不开了。信的内容是什么？别转移话题了，我想跟你一起起床。不，那时候这种信啊，首先是给丈母娘看，先过丈母娘这一关。对对对，是我丈母娘看，嗯，她觉得我写字写的特别好，然后跟乐乐说那个小碗可以。但是我那时候跟乐姐表白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普通话，因为长沙话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我爱你这一说，上海话其实也是很少说我爱你，东北话说我稀罕你，没有，东北话都是处不处啊，结婚不生孩儿不走啊走啊。我家乡也没有，也没有家乡啊。你哪人？我有家乡，楼顶，有时间上上楼。对，你是哪里人？江西新余。你们那个地方呢？我做生意。
作就是作业本的作，吸吸汗，口水的那个作吸，这上来感觉就得就得接吻啊！哎，我作吸，我作吸你，我作吸，我作吸你，我作吸一个。我觉得喜欢这个词不会给你太多的压力，你一上来就说我爱你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。喜欢是执子之手，爱是与子偕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是一个局长，不愧是局长。其实我们刚刚前面的两个选题是高级特工的选题，就是属于哎，我们可以聊这么久的，但是我们中间为了丰富这个火星这个词，为了体现这个平等，什么人都可以提。火星情报局呢，是一个非常公正公平的地方，在这里所有初级特工的提案都不会被一句话否定的。我觉得这个提议特别好，每个人都能上台发表自己的言论。很公平，其实每一个网友都可以来，谁怎么发言？而且还用了各类大型节目的梗，我们也有机会讲我们的心路历程了。看到了吗？真的是这样子的哦。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局长，那我也瞎说一个。好、啊、我发现云石总是掉在坑里。国际人都这么说话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砸出来了。也就是说他这个问题并不傻，但是谁要是回答了谁就是个傻子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讨论他的这个新发现？就是像这种的话，都是可以早打或者早毙、早枪毙的这种感觉的，都是。哇！上面是会掉东西的啊。那我也乱说一个。好。任何成语后面加一长空，就变得很有哲理。哦，比如说正人君子一场空，自生自灭一场空，愚公移山一场空，大禹治水一场空，心有灵犀一场空，好事成双一场空，四世同堂一场空，六六大顺一场空，灭绝师太一场空。好，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引到哎，感觉是合理，就存在即合理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就是说韩哥说什么都是对的，因为手上有枪嘛。今天所有人的提案都已经提得非常非常好，嗯，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要选择一位最佳情报员，一场空，哦，也是一场空，那还选吗？那当然要选了。在所有特工的提案完毕后，我们将评选本周王牌特工，首先让两位副局长分别宣布自己心目中的王牌特工人选，最终由局长进行裁决。你选个什么空？如果要我选的话，哇，你别那么妖娆好吗？深情的看着我，没有，我要学你后面那个。你选谁？我选我们家的姐夫。然后最后我来决定到底会是谁。好，韩国的偶像剧的来源于东北，灭绝师太一场空，孤烟隐逸。云石总是掉在坑里，正人君子一场空。大龙，然后呢就结束了。后面还有一个环节，就是局长怎么看。你们觉得这个节目流程走下来有什么感觉？峰哥知无不言。我觉得挺好，最好玩的还是大家 freestyle 的时候。你说话能离开英语吗？一口东北。没有，因为我一紧张我就说英语。哦、嗯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掩饰我自己内心紧张的方式。Yeah, of course, you can. 我想知道，就是我们两个局长除了负责眉毛如花以外，那个就是你们两个是就是女性的代表，可以从女性的观点去发散。
就随时他们也可以参加入我们。对对，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思维的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节目之前做功课非常非常重要了，而且最好是要跟网络上面的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，还有就是要防止一个就是自嗨。自嗨，嗯，行，差不多，对，也快九点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